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节操为你而调，只为你那笑话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罗德为您带来的躺平解说，这是来自于这个喝口茶慢慢打，我给我们带的38NA 地图是飞石二万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出点位。今天嗓子不是很舒服就是昨天去那个，我买一个新的游泳眼镜，那个店的老板一直抽烟，把老子给熏着。进攻时间到，好烦！妈的，效率1000多，我靠！这是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，对面要被打成狗了，这厉害的一逼！这边来看，哎呦，吧唧，预判，妈的预判呐！导弹被弹开了啊！这目标被击中，好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因为现在你自己有可能会掉。打得好，好漂亮！目标锁定，这个投起枪来这么爽，再投那个中残，哎，中残不见了。他是盲黑一下，但是似乎可能自己也被亮了。妈这么屌，对地图那么有研究啊，这你妈啪叽，但是没打到他叫雷斯诱惑。哎呦我操，这目标目标未被击中，你妈我操，目标锁定解除。为什么要叫这个嘛？哎，不过反正游戏里面嘛，各种奇怪的 ID 也是经常能够见的。哎，但是有些游戏吧，你这个 ID 特别奇怪，你去打比赛你就尴尬了。那你说有些东西那个人家解说要不要念嘛？不过还好，大部分游戏都可以改名字的，所以说问题还是不大。好漂亮，把他干了！妈的，一直在这里骚，他要无敌了！你屌！你不就是个山猫吗？啊，火炮都炸不到，呵呵，干掉。目标干掉了。哎，简直游刃有余，牛逼的飞起！发现目标，我们重创目标，我们丢失了目标。发现目标，目标锁定，敌方战车被击毁。看到这里是各种的黑枪。你搞我呀！装甲被击穿，打得漂亮！真的是把距离把握得非常好呀！到现在为止，他都没有受伤。打得好！你看，而且你们注意他用的什么炮弹呢？妈的，这么狠！这是要长期称霸新手村了，打的小朋友们下半身都有阴影，再也不敢直视那个叫坦克世界的图标了。这尼玛怎么办？哎，话说我换了一个那种薄膜键盘，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说那个薄膜和机械那个薄膜啊，我是说那种就那种软的，可以卷来卷去的。不，经常直播的时候。打字嘁哩咔嚓的那个声音很大，我搞个这个来，这你妈总没声音了吧？
他也在这里看。这时候，哎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太大优势。打得漂亮！但是这个，我刚说完就被他打出优势了。我们把目标干掉了，目标被击中。啊，这厉害啊！打得好！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直接被打成了10-5，你怕不怕？这你妈牛逼！这个时候我看对面剩下的东西不多了，但哎，虽然我们这边有很大优势，剩了很多人，但是绝大多数东西还是他给打掉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对着对面的这个重弹，哎，接着撸，妈的撸死你，干得漂亮。哎呀，平板车准备向目标开炮，平板车似乎没有发现我们啊，他不知道这个炮弹从哪里飞出来的。打得漂亮，目标炮啊，好好好，牛逼！那这完全是一场屠诱啊！那屠的炮弹都要没有了，只有他妈8颗！靠，太贱了！我也想干这种事情。目标被击中。呀？呀？怎么最后一下你打得到呀？呀、yeah? ！怎么这种你又打到了？好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，QQ 箱是76785582@QQ.com。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联系，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